张，对，因为从小就很喜欢玩水，那水下拍摄这个事情会觉得一直都很想挑战看看，反而是比较兴奋，不会紧张，对。算蛮紧张的，因为爸爸的关系，但是因为这部戏的关系，这是在海里面，然后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水里，所以我觉得还算可以，对。那你们有培养一开始有认识，比较冷血，比较冷血。那就我们一起讲好了。我们。其实是在定妆的时候才认识彼此，然后刚开始我们都还不太认识对方，然后也是因为聊天啊，然后彼此平时会做些什么事情，那时候就发现我们的共识其实蛮像的，所以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一起做，比如说打篮球、健身、潜水、游泳，我们都可以一起做，对。所以我们平常都是约去打篮球啊，吃吃饭，然后喝点小酒这样子，喝两杯。对，透过一些生活的方式来了解对方。嗯。他刚刚有讲到，就是你们跟彭聪明有对到的，那你当初跟他对，他有交往一点吗？太多了。其实彭凤哥他非常的热心，对，然后他并不会有那种架子嘛，长辈的架子嘛，我不晓得，但是他就是可以很融合我们年轻人，用我们的方式来了解我们，因为他也需要了解我们的个性，才可以就是去理解要怎么去演这场戏什么的，对。主要彭凤哥是以指点的方式，就是在片场，他就是稍微提点我们一下，就是以让我们了解为什么这句台词要这样讲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比较平易近人的方式啊。对。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？就是有一场我们吃饭的戏，其实我们大家都蛮紧张的，因为那场戏算蛮大的一场戏。我们那时候台词都非常多，对，然后导演那时候就像刚刚说的压力比较大一点的时候，他会比较急，然后那时候导演就是很希望我们可以赶快结束这一场。那彭凤哥那时候就是来跟我们关心一下，然后让我们了解我们这场戏在干什么，然后把一些我们对话的动机啊，一些空白，然后告诉我们要怎么去运用，那你心里面的出发点的动机是什么，那你说台词的这些事情你要怎么去让对方感受到，对，就是互相给对方东西。我记得那一场戏导演好像预计要拍4-5个小时那场戏，但是我们那一场好像有提早收工，没有，本来要拍6个小时。对，本来那场戏应该是要收工的话，应该表示抓2点清晨2点，对。那彭凤哥就觉得这样不行，台词太多，非常担心，所以他等于是4点拍完之后，就陪着他们一起把这个戏，慢慢教他们怎么去讲，怎么去表达这件事情。所以那时候那一天，大概就10点多就结束了，提早4个小时，因为隔天是休假日。所以大家想赶快收工回去，可以好好休息一下，喝喝酒啊，聊聊天啊之类的。我也想要分享，就其实那个彭凤哥其实从来不下水，他很害怕水。其实，对，他真的是公司就是有跟他稍微就是做了一些心理的课程，类似这样，然后就是为了就是虎哥第一次下水过力这样。最重要的是有跟彭哥互动，对。大部分的部分都还是吵架的，吵架虽然没很长，就是我跟彭凤哥这一生唯一的对戏。过程中怎么很激烈吗？因为算是快，算蛮激烈的。因为其实我的戏不算是非常多，但每一次出现都在跟他大吵架。对，让大家期待一下喽。小鲜肉一起有一个感觉。
欸，我其实看他们的戏反而好像没有跟你们对到戏。有跟你们对到一场戏，就还不错啦。就因为我觉得啊，可能以为好像要花很多的时间，但我觉得他们都还蛮不错的啊，就是都给了蛮多真感情，有时候会吓到我。嗯，因为他在里面是演坏女生，所以呢，他真的演得太讨厌，我太投入了，所以不是我不错，是你太讨厌演的。他讲的是演坏的。导演那时候给我的指示是说我这个就是一个 bitch， 然后啊，导演就说这其实就是一个 bitch 的角色，然后要游走在两兄弟之间这样。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说非常的困扰，因为我本身的个性就不是这样，然后之前接演的角色也都不是这样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苦恼了很久，甚至就是有试着就是去找柯建玉，就是说哎，我们就是要不要就是想说约他出来，然后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就想说对，但是后来就是其实就是大家都变朋友，所以就没有应该说就是那个芥蒂吗？就没了这样。女人缘好啊，花女人比我好。刚刚有讲到说，刚刚是介于在里面跟他的演员，你说他是服务吗？那时候算是很贴心的。对，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蛮特别人，就是其实因为他都一直很安静，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他一直很安静在旁边，那你都会觉得说哎，我们好像距离很远，然后可能不太知道要怎么靠近这个人，可是他其实都会在那个你很需要的时候就突然间出现，然后给你，就像刚刚访问我就是在找水喝，他就突然就端一个水在我面前，然后对，是不是对？那可能我们在潜水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在下水之后我就是很紧张，但是其实大家都已经游到中间点要去做训练了，那他就是可能也看我的表情很不对，他就会过来，然后但是他不够熟，所以也不会直接出手，他就是看我在那边上上下下上上下下，最后他就是靠过来一点，我就扒住他，对。没有，我的个性本来就是像爸爸一样热情主，对，没有，因为看到他真的有困难，我想说没有人帮他，那我过去帮他一下好了，对啊，好，那不就说只有一个吉姆？对，我其实是蛮善良的一个人吧，我觉得他蛮贴心的，小暖男，对。两位之后会有必有发展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不会排斥。跟你我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哇，确定有，期待毕业楼的东京北尾，谢谢各位。3月5号上映哦，不是毕业楼剧哦，再次搞清楚哦。